当然，我们苏北社区还是要感谢我们所有的李监事呢，啊，一向支持我们社区的一个努力，还有我们李办公室呢，李长呢，啊，配合我们社区的一个各项的一个运作，让我们苏北社区呢，能够在每一年呢，都一直在成长茁壮。啊，今天呢，我们就非常感谢，他就抱着感谢的心哈，来感谢公所对我们的一个支持啊，啊，也谢谢我们的那个社区里面的这些志工哈，志工的这些伙伴呢。他们每一个人哦，都几乎哈、哦，都忘掉自己哈、哦、的一个工作啊，投入的这个志工的行列啊，谢谢大家哈、哦，也谢谢镇长的一个支持的跟肯定。